同学们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上的课是三年级道德教育单元四，感恩饼干。这课的价值观是感恩。什么是感恩？感恩是对别人所给的帮助表示感激，是对他人帮助的回报。感恩是一种处世哲学，是生活中的大智慧。人生在世，不可能一帆风顺，种种失败无奈都需要我们勇敢地面对，广达地处理。感恩使我们在失败时看到差距，在不幸时得到慰藉，获得温暖，激发我们挑战困难的勇气，进而获取前进的动力。同学们，你们都懂得感恩吗？我相信我的学生们都知道什么是感恩，也有实践它。为什么我们要对学校成员表示感恩？一，学校成员给予我们服务、协助和贡献，所以我们要以言语、物质或行动表达谢意。例如，什么是物质？在感恩月，我们可以购买感恩饼干，在寄语卡上向学校成员表达谢意，辅导团将为你传达心意。在这所学校，他们有一个计划叫做感恩月评饼记忆计划，每包感恩饼干是1零几，有意订购的可以向辅导老师订购。这个活动的盈利将捐献给星星孤儿院，所以学校的同学们，如果你们有看到这些慈善活动，也可以帮助他们。这就是一种感恩的表现。言语和行动，如何用言语和行动来向我们的师长表示感恩？我们可以写上卡片，例如，亲爱的罗马老师，谢谢您耐心教我马来文，我会用心学习，不辜负您的教导，历历上。对于朋友，也能够献上感恩的饼干以及感恩卡，俊杰同学，谢谢你帮我提书包，莉莉上。莉莉的手受伤了，俊杰同学帮助她提书包，当莉莉的手痊愈后，她献上了一包感恩饼干。书记阿姨，谢谢您换零钱给我，莉莉上。看到吗？莉莉她的书记阿姨帮她换零钱，所以莉莉献上了一张感恩卡。表达感恩有什么好处？一，加强人际关系；二，让校园氛围温馨融洽。你是如何感谢这些学校成员的？图一，这一位是清洁工人，看看这位小孩他如何感谢学校的清洁工人。途中的小女孩亲手制作了饼干送给保洁阿姨，并向她说谢谢。小朋友，你们有这么做吗？辅导老师，途中的男同学自制美术作品，祝福老师教师节快乐。同学，途中的女同学发电邮感谢朋友扶她去休息室。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感恩事写成日记。例子一，今天是教师节，
我送校长一张感谢卡，感谢他一直尽心尽力地领导学校。校长称赞我是个懂得感恩的孩子。同学们，如果你们有做什么感恩的事，可以把它记录在你的日记本里。未来你翻回日记本时，会发现自己以前做了那么多感恩的事。图二，今天我感谢秀秀指导我做功课，看到吗？图中的同学，秀秀帮他教他做功课，他感谢秀秀教他做功课，他把它记录在日记本里。同学们，你们都有自己的日记本吗？大家一起来写一些感恩日记吧。根据上图，我们来写一写。9月3日，星期一，晴。今天我写了一封感谢信给保安叔叔，感谢他每天日晒雨淋，照顾着我们的安全。你们想一想，还有什么话是要对学校成员说的？不妨拿起纸和笔，或者拿起自己原有的日记本写一写吧。感恩日记，感恩他人能够使施恩者的内心充满正能量，并持续在学校散播感恩的种子。所以当我们感恩其他帮助我们的人，帮助我们的人会觉得自己受到肯定，也会继续的帮助其他的人。现在想一想，当丽红把图书借给心灵时，心灵应该怎么做？做法 A， 心灵向丽红说谢谢，结果丽红感到很开心，并且继续借心灵图书。同学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上的课是3年级道德教育单元4，感恩饼干。这课的价值观是感恩。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感恩事写成日记。例子一，今天是教师节，我送校长一张感谢卡，感谢他一直尽心尽力地领导学校。校长称赞我是个懂得感恩的孩子。同学们，如果你们有做什么感恩的事，可以把它记录在。一，准备模板后用拼豆拼成心形。二，拼好后长辈协助学生在拼豆上覆盖一张隔热纸，然后用熨斗加热，让拼豆定型。三，完成的心形拼豆可制成钥匙圈，制作好后同学可以将它送给要感谢的学校成员。你如何感谢学校成员，说出感谢他们的重要性？图 A， 陈立伟校长，他正在检查学生行为的记录簿。我会好好的遵守校规，因为校长辛勤的为我们付出。你们会如何感谢校长呢？自己在家想一想。我会认真地完成作业，因为张老师每天都用心地批改我们的作业，直到深夜。同学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老师们为了批改作业，伤神、伤眼，还伤身，所以大家必须把作业做好，尤其是字体必须要写好来。你们的字体
习好，那就是对老师最大的感恩了。图西，哎，这是谁？是的，保洁阿姨。如果没有清洁阿姨，你们要有怎样的干净的厕所呢？所以我会用心的保持校园的清洁，因为要感激阿姨的辛劳付出。同学们，现在你们可以翻开课本32页，回答问题，与您的家长分享你感谢学校成员的经验、重要性和感恩。莫鲁经常把谢谢挂在嘴边，那么你呢？你在学校有没有时常把谢谢挂在嘴边？告诉你的家长，说谢谢的重要性和你说了谢谢过后的感受。明华珍惜慧妮的付出，会有什么结果？所以同学们，你的同学帮助了你，你必须要感谢他。为什么每一堂课结束时，我们都要说谢谢老师呢？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会说什么？你曾经如何向学校成员表达感谢？你当时有什么感受？与你的家长分享你的心得。什么是感恩？感恩是对别人所给的帮助表示感激，是对他人帮助的回报。感恩是一